地震的时候，我在刚好在路上，那个感觉是非常的强烈，然后时间非常的长，其实心里就有很多的不安了、啊。那也开始赶快了解一下状况，然后知道花莲有一些灾情，还有陆陆续续都发现一些状况。那当然非常非常担心了，同时第一时间也赶快问家人在花莲的状况怎么样。我妈妈那边是说都因为我们是比较住山上的，然后比较矮房，所以家人这边是都没什么问题。那可是有很多的在市区的朋友，还有很多地方的朋友，有一些都很辛苦，很辛苦。